什么八方俱灭、王者无敌、东方不败啊，什么西方飘雪啊。好，老板，哪个号是你的号还记得吗？13年没有登录，等级已经不再显示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登录一个13年没有登录的服务器。上一次登录的话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是在2006年。老板的号由于长时间没有登录，已经进入了沉默模式。沉默模式需要通过压标和充值点卡来解决啊。兄弟们，为了这个资源充值50块钱，亏不亏？兄弟们，为了一个13年没有登录的号，主播充50块钱，亏不亏？来冲一下啊！我手机呢？哎，我手机呢？我操！我手机放哪儿了？找了。把二维码漏到公屏，兄弟们，你们是真扫啊，就舍不得看我花钱，其实没必要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刷礼物就行了。好啊，解除沉默模式，清除啊，重新登录啊，又得上老板脑瓜子被摁在键盘上的那种瞎打的密码了，难受啊。没了啊！其实也挺想不到，一个49级的号还去当骗子。还有几条留言啊！好，这是系统的留言了啊！咱们只能看到他的月份，看不到他的日期是吧？咱们看一下上次的登录时间啊！我刚才重新上了一次是吧？妈的，我刚才重新上了一次啊！这是我的 IP 地址和我的登录时间啊，难受。还有13个好友，翩翩仙女，你抱不了的人啊。他现在打的这种话，在聊天里根本打不了啊，什么点 com 啥的都打不了啊。战神无敌10啊，是2000几年的号啊，横扫天下啊。
兄弟们是横扫还是横扫啊？扫跟扫好像啊打错了啊，横扫天下，天下还带俩书名号啊，这名字起得太幼稚了。飘渺家少在这个年代这个名字就属于很洋气了啊，全村最靓的仔估计就起这样的名字。日月潇潇啊，乖妹妹，乖妹妹啊，啊，乖妹妹，他们男的还是女的？乖妹妹啊，这个名字起的真的是，哎呦，我无力吐槽啊！乖妹妹四点友好，乖妹妹啊，这个人妖起的他妈太明显了啊！乖妹妹啊，人妖无疑啊！哎，在那个年代，乖妹妹有可能是妹子。这个是十七级问我在哪儿呢啊，百花精灵妖月啊，赤柱逍遥啊，辣无乐儿啊，和上流爷们儿啊，可以啊。哎，整个上流爷们儿啊，这个名字起的满满的都是优越感啊。嗯，其他人都下流呗啊，中流呗啊，就你是上流啊，63级啊，确实有上流的资本啊。好，看一下老板的建号时间，2006年啊，13年啊，确实是13年的哈啊，一波回忆杀啊，一波回忆杀。好了，给号下了啊。